上演的奇迹，这么容易被人忽略，亲眼目睹终于明白，生命的孕育原来是爱，是造物主伟大设计，到如今未曾停息，这画面我如此惊喜，这经历我赞叹无比。一公分的心跳带来一生的感动，就在这一瞬间看见了生命的可贵。一公分的心跳带来一生的承诺，就在这一瞬间体会了亲密的连接。亲